你现在收看的是东风电视台。各位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今仔日是1906年11月26日，永丰农业军队所主办的2017年度北海东区海上竞赛继续来进入咱资格赛赛程。咱感谢各位喜爱赛跑运动好朋友准时来收看现场转播。来，咱首先就先来报告咱本馆的基本资料甲天气。准就是合顺轮以及大新轮。昨暗8:30由基隆港东19码头来出发。咱经过10点钟的航行，咱到现在6:30来到咱的目的地。咱本馆方甲地经纬度东经是122度48分。北纬是26度0.4分，空中距离到基隆港大约是150公里，咱比公分机加上差不多60公里左右。来下面就来报告大家上关心咱本馆方甲地的天气。今仔咱方甲地的天气同款乌云正高咱太阳公公拢无露脸，咱不过啦，咱光线咱观察好咱今仔日风各地的气候是阴天阴天，风向风向是北风，风向北风，风力风力5级，风力5级，硬是中硬。零件多咱天边来正光所以零件多有12公里左右。风到地在气温是22度，海水温度是27度。这是咱现在风到地天气。来，咱来看风向图。今仔是北风，到你这个位置，咱比赛卡要规范，是顺风兼小寡侧风，空中距离到基隆港大约是150公里，咱比公分机差不多在60公里左右今仔是北方咱甲公共机是各分的方式，各分的方式关系各位嘉宾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阮是永丰农海上渔业军队，今仔日办1906年11月26日，东区北海海上竞赛，一礼拜两关赛，今仔资格赛比赛。今仔放假的经纬度是东经120度，48分，北纬是26度，0.4分，空中距离到基隆。车站是150公里，加电管加60公里。现在来看大新轮的卫星定位，现在准的位置。看来下面，咱就来看何顺的卫星定位，准现在位置。电管这什么是北纬？20度0.6分。安尼风角点是26度0.4分。下开说东经122度51分。安尼风格点是122度48分，都差些看来
画面上哦所看到的。哦，这人风格点定位置。哦，咱即马先来看经纬度。来，顶关这组数据哦是北纬。哎呀，这现在是二十六。哎，不过甲你上届关心的当地风格的天气。二十六度吼，零四分哦，咱个查小看吼。下面哦，这组是东京，现在是122.48°。哦，咱正确位置。哎，方向是北方，方向是北方。哦，咱风力五级，风力五级，风格点。应中应中应应中应。哦，7:05。气候阴天，气候阴天。哦，能见度12公里，能见度12公里。空气温度是22度，空气温度是22度，海水温度是27度，海水温度27度吼。哦，太阳光照袂到人吼。时间哦，咱就先来报上吼，咱公关国会吼严峰。好，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总指挥的吼来开场吼。那目前呢，我们大新轮呢？还没有到我们的预定的放歌点，那放歌点哦，实际的气候状况哦还不是很明朗哦，那是不是会正常来放歌哈？那会由何淑伦的哈风格来宣布哈，是否要放自由，他来宣布。那可能会在7:25哈会决定哈。那目前呢，吼，太阳公公是还没有露脸吼，那云层也蛮低的吼，看起来好像雨好像会下下来，但是又感觉不会哈。哦，云层是蛮厚的哈，那太阳公公也没有出来。那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在甲板上哦检验各分会的风条的画面，先播放来给各位歌友欣赏。哦，那播放完，我们再来进入我们的放歌现场。好。哎，工程师哈，我们工程师忙碌的空档哈，那我们再来报告一下哈，本关的哈放歌经纬度。那今天的放歌经纬度是北纬26.04°，东经是122.48°。那今天的气候呢是阴天。风向是北风，风力5级哦，风力是5级，风浪是中浪，能见度哦还不错哈，有12公里。那空气的温度是22度，那海水的温度是27度哈。以上是本关的基本资料及气候状况。空一七三六空哦，完整哦。好，咱来看第二卡浪。好，咱来看第二卡浪，诶，第一条诶风条号码。好，请每一个教友看详细哦。0175555，0175555，好，完整哦。好，咱来看。第二条的号码，0173566，0173566，好，完整哦。大家早安，大家好，我是永丰龙海上边的船队，我们来看最后一条的号码。当局放开海上警巡，一礼拜完成一个资格的比赛，现在要用各方的各人的风调准备，请各方的各人的同事先看好。三五七，好，完整哦。马书记，谢谢大家。5432，全部发电用空调，车全部发电的，隔壁来详细看好。详细看你嘞，隔壁的空调。全部发电，第一条空调。空一数，七空二，空一数，七空二，空调完整。一九四，空一七。来，第一条空调，空一数，七空三，空一数。703，风调完整。嘉南海上严风调，请嘉南海上的解密详细看好。我们来看第二条的号码。一条，一七，一数六，
八九空，九四六，八九空，风调正，九三，完正哦。那第一条条，九四六，八八九，九四六，八八九，风调正。加油哈！那来看，第二单啊。巡视员在空调，现在巡视员特别详细看好。哦，这巡视员够灵活，阿杜嘞。空一七一九六，空一。啊，巡视员别单调，空一数五五一，空一数五五一，空调完整。那第二单调，空一数。五五二，空一数，五五二，风调完整。好，来看第二条的号码。第三条风调。空空一数，五五三。一九。空一数，五五三，风调完整。空一七，一九。来第四条风调。完整哦。空一数，五五数，空一数，五五数，风调完整。完整。啊，行哦。新方位海上入风条，且新方位海上特别详细看好。请主王来教你吼，啊，这第三卡浪啦吼，第三卡浪的第一条。啊，新方位海上，九四七，三二七，九四七，三二七，风调完整。空一七，那第一条风调，九四七，三二八，九四七，三二八，风调完整。第三条空调，九四七三二九，九四七三二九，空调完整。九七，空一七。那第四条空调，九四七三三空，九四七三三空，空调完整。好，来车，中关分会，隔壁。中午聚会个空调，车中午聚会，隔壁详细看好。来详细看清楚哦。现在那里，调我机会，调空一二五四八，空一二五四八，空调完整。空三，那第一张调，空一二五四九，空一二五四九，空调完整。气动海上入空调，请气动海上的代表详细看好。气动海上第一条空调，六一四一空五，六一四一空五，空调完整。最后一条的号码，空一八。第二条空调，六一四一空六，六一四一空六，空调完整。空。在新丰入空调，请新丰的隔壁大家详细看好。新丰第一条空调，空空数三九一，空空数三九一，空调完整。请您来详细看您的各人的空调号码。来第一条空调，空空数三九一，空空数三九一，空调完整。第一条号码。中波四格用掉，且中波四格代表详细看好。空一六，那中波四格第一条用掉，空一二，四一七，空一二，四一七，空调完整。那第二条用掉，空一二，四一八，空一二，四一八，空调完整。我们来看第二条的号码。要新国信的空调，请新国信的隔壁大家详细看好。六五五。要新国信第一条空调，空空一四六三，空空一四六三，空调完整。要第一条空调，空空一四六四，空空一四六四，空调完整。在新台湾的空调，且新台湾的隔壁大家详细看好。新台湾第一条空调，空空三九五一，空空三九五一，空调完整。第二卡浪，那第二条空调，空空三九五一，空空三九五一，空调完整。
六五七。啊，闽南第几位叫孟条？请闽南第几位感觉大家详细看好。哦，这是总教练员阿贤。啊，闽南第几位第两条？九四六九九三，九四六九九三，红条正。我来看，最后一条号码。第两条，九四六九九四。九四六九九四，红条完正。空一六。来，我来海上就木条，请我来海上代表来详细看好。我来海上第两条，空一空八七七，空一空八七七，红条完正。完正啊！我这么写，教育看详细。第两条，空一空八七八。空一空八七八，空调完整。好，咱来看刚刚的空调号码。那破数四角的空调，且破数四角代表大声，先看好。空一五，加第两条。三，空一八七二五，空一八七二五，空调完整。三，空完整哦。全社会的空调，且全社会代表大声，详细看好。全社会第两条，空一六八五九，空一六八五九，空调完整。空一五，来，第两条，空一六八五八，空一六八五八，空调完整。八六一，好完整哦。脱口海上就空调，请脱口海上的代表先看好。我来车，一转分开，甲你有。透过海船，空调，空一二，八二空，空一二，八二空，空调完整。我来来看第一条。啊，腾南区的空调，车腾南区的甲你带上小口号。空空一，腾南区第几人？第几空调？空空二，一百五，空空二。一般哦，空调完整。第一条空调，空空二一八六，空空二一八六，空调完整。我再来看，第二条号码。那他能够第一条空调？空空二一八二，空空二一八二，空调完整。完整。那第一条空调，空空二一八一，空空二一八一，空调完整。我来来看，引擎中山海上有空调，请引擎中山海上特别等详细看好。空空一，来引擎中山第一条空调，空一八五九六，空一八五九六，空调完整。完整，好完整哦。来第一条空调，空一八五九五，空一八五九五。空调完整。完整。中华大保险的空调，且中华大保险感觉上先看好。我来来看，最后一条的号码。啊，中华大保险这条空调，空一三八一四，空一三八一四，空调完整。空空一八六八，完整啊。那这条空调，空一三八一三，空一三八一三，空调完整。完整。我们来听花莲北海第三条空调，空一三八一二，空一三八一二，空调完整。每一个交流，我们来详细看清楚。现在那对第一条，第三回的空调，请第三回代表详细看好。空一五，四四。第三回第一条空调，六一二七二六，六一二七二六，空调完整。那第两条，六一二七二五，六一二七二五，空调完整。完整。那中华大中也空调，且中华大中代表大声说看好。空。啊，中华大中哦，你代表有签名哦。六。空一五。中华大中第两条。四六。空一八三七九。空一八
379风调完整。好，感谢每一个客户。第一条，希望你各路签签名之后，也各单的风调号码，我每一个客户，我来欣赏，我来欣赏。第二条，空一八三七八，空一八三七八，风调完整。播送完毕，我来，那这边来先来看何处未定位，好，准点在未定。那八九号边就空调，七八九号边跟大熊车挂号。哦，这是全国的云学堆。现在是26度0.4分，我来正确位置是。八九号边第一档调，0.4分，0.12，6.28，0.12，6.28，风调完整。122.48分。哦，咱正确位置是122.48。我第二条，021629，021629，风调完整。完整。好啦，咱即马来对准咧，左手边吼来进行调。来，金溪哦，各位进行调，查金溪哦，各位各位同详细看好。金溪哦，第一条调，017923，017923，风调完整。这边来看一下哈，咱为了看准阿忠领完，来第一位是阿健，中华阿健哦，阿第二位是咱中华的阿辉，第一条调，017924，017924，风调完整。哦，是乌音乌音，哦，但是咱嘞，大台中就无调，吃大中，大中会特别在详细看好，哦，这是就讲高平云透视咧。大台中第一两条，02559，02559，风调完整。第一两条，02560，02560，风调完整。完整。好，这是咱大炮跟你位入空调，且大炮跟你位那边来先看好。我来介绍咱飞行员。大炮跟你位第一两条，018150，018150，风调完整。林新华，好，华哥。那第一两条，018174。018174，风调完整。要不落雨，河南7:30。非常严酷的，刚刚的风调落雨，检查完整完毕，多谢咱秘书，感谢好干部大家辛苦。7:30，我落雨准时到达。7:30，我落雨准时到达，谢谢。以上哈是我们在甲板上检验各分会的风调，那风调哈也都相当的完整，那号码一样哈也都是相当的清楚。哥哥哈拢充满信心和期待。哦，但是只要是比赛哦，我们会先来看我们大新轮，现在目前的哈卫星定位的气候和风势，哦，这也当来立不败之地。哦，咱顶关哦，公分区，哦，咱中部甲会哦，大部分哦拢举办资格赛。咱东港凤甲地天气哦真好吼，凤甲啊，哦，咱每只比赛甲吼嘛拢精神抖擞哦，上门见到咱，拢一个手吼，哦，就陪伫咱的凤甲地。哦，不过咱凤甲地吼，哦，是透落5-6，哦，5-6个北风，因为风势关系哦。来，这样来看，大溪轮的卫星定位现在准的位置来。飞往后山，哦，飞往后山去。好，另外就说是北纬20度，控气温。哦，安尼风格点是20度，控气温吼，哦，位置已经够点哈。想袂到啦，想袂到，够点嘛吼。哦，刷来开高走低，哦，非常无理想。122度，48分。哦，安尼风格点是122度，48分。哦，消极正常行列，哦，拢有机会。哦，啊，正理风格是，哦，搞5分钟就搞两安尼风格点，搁5分钟就搞两风格点。咱今日继续来，这两个是资格赛。哦，咱公文无参加资格赛甲会。哦，对，本关开始哦。哦，来进入咱资格赛赛程。哦，咱再讲。哦，安尼风格就话拢，完全风格一个时候，拢做定位啊，吼，完全拢风格一个时候。来介绍选风格人员，好水，大台中。所以吼，好听。比赛期间，虽然吼，第二只八枪合璧，但是奥顿，
哦，第三方的军队阿哥，哦，这到这边的时阵，奉教人员，啊，来看这手边的。本会用心吼，所培养出来三世甲，哦，今仔日拢会当伫规定的时间内吼，平安来规范，哦，继续来挑战，哦，咱第一关的赛程。哦，咱现在奉教地吼，同款是乌阴乌阴。分大真高哦，不过同款哦，咱的光线真好哦，咱能见度哦，拢保持了袂歹哦，拢有十二公里以上。哦，咱这视频的吼，我感觉咱做定位啊吼，咱完成风格整个时间。来，啊，够四分。他就是安尼准对，阿吉呐，起来轻松一下。第一是新顺昌，有一个哦，较年轻哦，又搁生做真水的应招年人。第三是闽南第一位阿胜，你招呼人。哦，这这边的徐俊峰教人员，谢谢。这时哦，就对哦，拄好行到这的边啊。那目前呢哈，我们大新闻哈，目前所有的放歌人员哈，已经全部的就定位哈。现在时间哦，大概是7:26哈。这个应招年人就讲哦，有三种介绍。1000块，2000块。哦，照这个天气来看哈、哦，是有达到我们今天哈、哦、资格赛放歌的标准哈、哦。现在目前哈、哦这个、放歌点的天气哈、哦、是阴天哦。你那付1000块、哦，目前是没有下雨的情形。从头到尾，哦，拢是你家己一人在叮当。来，我、哦、镜头看到就是我们的友船哈、哦，和顺轮哈、哦，我们两艘船哦，距离大概1公里哈、哦。哦，两艘船的距离大概是一公里。哦，自头到尾，哦，你拢免叮当。那、啊、因为今天哦，飞行的距离是一，距离哦，机动火车站是150公里哈、哦。那今天的风向是北风哈、哦，啊，多上一次的工训的行程哦，大概是多了60公里哈、哦。啊，上次因为北风，哦，风也蛮强的哈、哦，所以可能造成我们的选手哦还来不及转弯哦。哦、大部分的选手都往我们的华东地区哈、哦、来做飞行。咱大家吼、哦，本局所培养出来精英部队，现在拢伫起跑点上哦，准备要伫公平、公正、哦公开的原则下，哦开始要来进行一场激烈君子之争。那、啊、今天哦，因为飞行的距离哦有150公里，啊、哦、一样也是北风。接受哦，张国波警的考验。那我们选手呢？如果哦回程的气候哦都是这样的话，虽然哦拢是顺风飞较济，应该是但是气候有机会哈。哦来变化万千，做飞行的调整，哦、往我们的、哦、我們台湾哦西半部这边来做前进。不管多一关的辛苦也好，飞到华东地区吼、哦，啊麻烦就大了哈、哦。时间上可能会来不及规范。哦，只有一次参赛机会，哦，未使有过来再来一次。你若讲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这个阿祖啦吼，赶快来跟你讲哦。那一样呢，小弟在这边哦，啊，预祝今天哦，所有的各位参赛者，所有的参加的选手，还有今天相当的实力，哦，都能够在规定的时间来规范，并且呢，创造哦优良的成绩哦，为我们的队友哦来创造哦更好的荣誉。不管以后报出来成绩哦，还是惊天动地哦，还是乌天暗地。啊，因为太阳公公没有出来哈、哦，啊，加上今天是北风，那、哦啊、是不是会上、哦、上一次哈、哦，我们选手出歌了哈、哦，就受到北风的影响，直接往我们船舶的方向来做前进，哦，因为太阳公公没有出来，可能哦，放歌的时候出来，哦，因为没有阳光的导引，所以是不是会造成他们哦在定位上哦会有所失误？还是要等一下放歌出来后才知道。公里，河南比公分机吼，横差不多60公左右。河南离放歌时间那个9分钟。还有1分钟哦，紧张刺激的哦，冬季杯海那资格赛。河南这个竞技即将要展开哈。相机也来证明一切哦，说咱本届比赛哦一定是先拼先哦，还是高遮天会真刺激。哦，什么人会来技高一筹？哦，就是咱最后的胜利者。所以咱本季的比赛，哦，过程哦一定是会精彩万分。30秒。哦，今仔咱进行的虽然是资格赛，吼，也袂过正正经，吼，但是演习如同作战哦。希望大家弄一个好的开始，比赛甲会当一帆风顺。
哦，伫规定的时间内，哦，平安哦来规范。个十秒。用红龙然后针对哦，把那个单轨海上正常。诶，资格赛吼已经来放甲，咱每只比赛甲哦，拢表现出上少少吼气昂昂，哦，拢充满活力，哦，已经哦，拢快速哦来配出咱的放甲人。好，咱今仔日哦，虽然是资格赛。哦，不过咱三赛甲跑拢经过比赛前的相似训练，吼、哦，现在拢充满自信，吼、哦，充满霸气，吼、哦，在咱的风格地奋力飞翔。吼、哦，在咱风格地天气吼、哦，虽然乌阴乌阴，吼、哦，但是咱的光海面上的光线吼，感觉真好吼、哦。咱每只比赛甲，吼、哦，即卖。一个风甲吧，吼、哦，已经慢慢，吼、哦，慢慢向咱台湾，哦，就是在咱的方向，吼、哦，来移动。哦，每只拢是咱各位教育，吼、哦，辛苦做培养出来精英部队，现在拢胸有成竹，吼、哦，展翅飞翔，吼、哦，非常的壮观。啊、哦，咱今仔风势，吼、哦，是透北风，风力五级。哦，比赛甲咧规范，哦是顺风，哦兼侧风。就咱的选手，哦拢向咱的船头。哦，即摆咧已经咯，拢无拍靠吼，向咱西南边，哦就是咱台湾的方向哦，来慢慢移动。哦，宽度哦，每只比赛甲的第八个宽度哦拢真悬哦，哦咱速度哦已经慢慢哦，甲看家己慢慢哦在加速。哦，虽然本关哦是资格赛吼，空中距离无介远，哦，但是嘛要全力以赴，哦，设计，赶快来，哦，接受淘汰。哦，每只现在拢心如当任，哦，拢背负着咱本国的希望哦，甲寄托。哦，当然哦，拢会当平安来规范。哦，继续来挑战咱分秒必争的正冠。哦，现在哦，咱比赛甲哦已经。慢慢来移动哦，已经向咱西南边吼、哦，就是咱台湾的方向哦，已经飞到江夷吼。咱方各地现在吼，同款哦，有三三两两的交军哦，但是无介济吼，拢伫咱船边吼，啊，搁咧拍鼓，啊，搁咧盘旋。哦，咱这到经常哦，不管是书记官吼，还是正官，吼、哦，官官拢真重要。哦，每一个过程，哦，每一个细节，每一个时段，哦，拢是咩咩角角，哦，拢是输赢的关键。哦，现在哦，大家拢保持哦高度的警戒心，哦，要来挑战咱本季的赛程。哦，咱先锋部队，吼、哦，已经拢飞离咱的风甲地。哦，咱只剩哦咱准备哦三三两两的交军，哦，搁伫咱哦风甲地吼，伫遮咧徘徊。其他的比赛甲吼，大部分吼、哦，大部分已经拢飞离咱的风甲地。吼、哦，咱风甲人员吼、哦，啊，正认真吼，伫清浪。吼、哦，绝对吼、哦，绝对袂使有任何交集吼，伫咱风甲人内底。吼、哦，今仔日吼是资格赛，吼、哦，但是嘛有吼。哦甲无当的比赛甲吼，伫风甲咱内底吼，需要咱风甲人员吼甲压出来，吼咱风甲咱内底绝对袂使有任何交集吼，伫咱风甲咱内底。我甲看开来吼，咱今仔比赛甲吼表现了真好吼，差不多吼拢已经飞离咱的风甲地。吼，只剩咱风甲人员压出来遮以外，吼差不多。哦，拢飞到吼，拢无看到咱比赛甲个踪影，哦，已经拢向咱台湾吼、哦、来前进。
加油！吼，咱今仔虽然是资格赛，吼，但是咱每只比赛甲吼拢经过咱赛前的魔鬼训练，吼已经表现了真好吼。咱一个放甲猫，吼，就培养咱台湾，吼，对赛林方向来前进，吼，已经拢不离咱放甲地，吼，咱放甲人员哦继续在冲浪吼。下面吼，咱剩的时间哦，就来报上吼，咱崩溃吼，用红龙的立准队吼，草莽啊过程，吼来各位加油吼，来欣赏吼，来了解，吼咱感谢大家收看，咱后关再见。有啊，无看啊，有啦，伊在那边较济啦。今天106年10月7日吼，星期五吼，啊，咱个关警察局个咱个金局长吼，啊，指示咱民警大队吼，啊，带领各分局吼，咱个的分局，啊，德兰分局、桃园分局、通宵分局，啊，大分局吼，各派侦查队甲最后个警察吼。出动哦，大集结哈、哦，啊，要来去这个山顶，啊，这忙啊，啊，咱一组，佮、哦、另外一位佮一组，所以咱金局长吼，对咱这个忙啊真注重哦，啊，咱这庙的关系是一个地形的关系啦，唔是讲做安怎，就是地形，啊，忙啊是安尼做安稳的哦，啊，咱局长真注重这个忙啊哈，啊。派咱这个刑警大队吼，啊，了解各分局，哦，侦查队，哦，啊，甲警员拢一直派出来吼，啊，今仔大集结，咱这是一位，搁另外一位，哦，同款，嘛，嘛，遮济人吼，咱今仔出动100个吼，哦，以上，咱即马要出发吼，来去牛奶故乡吼，啊，由咱这个刑警大队吼，这个郑队长吼带队。来去这个牛奶故乡，我咱咧为帮阿婆在去哩吼，为帮阿婆在去哩。啊，咱永隆团队吼，驻点人员吼，配合咱表的行政大队，哦啊，去尽快去那个采集量啊，人啊吼，啊，以上吼。咱即马来到这个所在吼，是牛奶故乡，啊，咱为帮阿婆在咧去哩，哦。这叫做万里长城，号称万里长城啊！啊，咱永隆团队吼，配合咱表的刑警大队吼，啊，即马出发，吼，啊来去甲取缔吼。那你要上去吗？要，走得动啊？走得动啊？好，没有关系啊哈。开车。这是国道一号哈，123涵洞哦，啊，咱今仔哈，永隆船队驻点人员哦，配合咱表的刑警大队哈，啊，要起来这个发电甲驻点哈，哦，恁今仔百外人哦，哈，分几啊位哈，分几啊位。走一分钟。今天106年吼，10月7日，星期五，啊，咱永隆船队吼，配合咱庙里刑警大队吼，啊，咱各分局吼，啊，拢有派侦查队吼，出来这个三义山顶吼，这三义山顶，要来把迄网啊取缔掉吼。好嘞，咱出发。没有，往前走，可以往前走。加
我先忙啊哦，你忙。这片这片蚂蚁，对啊，哦，那边也有。这片蚂蚁。忙啊哈，那边可能要等到人上。刚走掉。对啊。干活啊，嗯，就干活啊，拜拜的，还没走啊，人刚跳走，嗯嗯，对，嗯嗯，哦，这条打码那个哈，来。要加个毒一下，你再个毒，不加了，好像很。拿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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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忙啊哈。对啊，今仔吃咩粿啊？有啦，知影。有看到。来，放下来。好，无要紧，放下来。咩啊？九条啊，剁用刀啊，这个真剁啊。真快是忙啊哈。忙啊哈。哦。嘿，佮做这好推嘞！刚刚那样起嘛，做这样，佮做这，你刚刚那推的嘛，对吧？这隔壁还嘛这样子，倒的。你看这树啊，拢佮扯掉了，这恶势力嘛，规片树啊拢扯。哎，哎，赢赢啊！爱食啥？赢啊！这款赢啊！猫头鹰那是啥？赢啊！爱救了，爱救了。是啊，赢啊！这边小一只赢啊！哎，赢啊！龙虾母鸡要炒一炒吧，是吧？不炒呀？有木啦？是种啊？对啊，蛮多嘛，没加安心种的嘛。哎呦！长一点啊，长一点啊！木来的，我拆掉的。这是呀？哎，这条啊？这。哎，给他。这家。你在挖？哦，那树啊，那树啊，拢啊，臭臭长，规片的。这后边还有嘛？有哦，这边还佫有。哎，这这。你讲哪有 PD 的呀？你讲 PD。现在我话你。哈哈，大家。没少多诶，少多诶，没啦，啊，这歪，我来开啦，我来开，没，你别去追你开就好了。我好来，有路输诶，哎，从这个爬上去。我少多诶。去换救回来哦！我这有剪刀，买来转移。我这有剪刀，这里不是给动保协会在，野鸟协会在运动。但是我们没有那个袋子。没有，他们夹到我。来，我这有剪刀。好黑呐！要干剪呐！没打剪呐，打起活动力越强，人家难受。唔好了，还得买 Q 来呢，那不黑安尼买丢掉。黑别了，对啊。你默默推掉还没有下来。行啊，物件拢捡的，快点忙啊哈！你看，这有个树啊，破掉，你看，这个忙啊，你看。哎，你。哦。哦，这也新的哦，干嘛新的？嗯。这新的，这新的哦。
你算十四公啊，算四耶。嘿，还使剁了，还使甲破破了。你看，这树啊嘛几长了，几天。你用电机啊？不准。哦。哦。来，剁掉，剁掉。做出来就是我看到，单哦，伊个条开咯，过灯啊，我靠，过灯，这用铁线，白铁线系啊，这个这个剁个掉了，啊，迄迄楼梯嘛个剁起来，老师哦，因为，来，这对讲机个地个看下来，剁起来，阿哥啥物事？你买地方啊，看我要按落呀。哦。你先出来者，先关过来，关过来这边啊！你莫落去边，去边落去，忙啊倒安尼过，过来这边嘿。啊，带人，这个无帮助，帮助人啊。这个这啥？机啊。看卡住无？机啊。好啊，好嘞。哦，对讲机够分嘞。我人就这边。嘿啊，哎，对讲机啊。刚好卡，多人就这。来哈，三二，先结案。你网啊起来哈，哦，大领无，哦，大领大领。第三下放落去，再来放落。再下再翕窗户。哦，有啊。这钓啊，你看，规片拢错掉了。这钓啊，来，哎，无啊，喊掉了。剁掉，剁掉。哦，你话夹啊，有厉害无？哦，用个用个大鸡一点啊呢？谢伊啊，我来喊掉。到朝阳来的故乡，另外一条路哈。另外一边，还有放下来的网子，我现在要到另外一边。鸽子的毛哈，嗯，都是满地都是鸽子的毛，啊，这网，网子。第二件，这个这网子已经放下来了哈。哎，刚刚我们上来的时候被这个偷网哥的发现，啊，他把它放下来。那就网子在这个哈对面。嗯，哦，我知道，一个，
对，好，传出哈，传出对。当都已经有派一批人起来巡啊吼，哎，巡有忙啊，啊，咱现在刑警大队哦，搁派人来支援咱苏队这忙啊吼。好来，咱出发吼。这路不好行哦，大家较细意嘞吼，较细意。处理掉哈，来，快点忙啊！快点忙啊！来，哦，来，剁掉，剁掉，这个啊。也想到家都有了这里三年哈，三年。现在一百零六年九月二七，啊，咱来个棍子呀哈，山顶。啊，发现有帮啊！吼，啊，咱龙虎龙川队吼，配合咱了了刑警大队吼，啊，两小队，起来这个山顶吼，啊，出地调吼，好来，咱出发吼。小心的，较细意的吼，你无好爬吼。来，快点忙啊吼！阮照着忙，阮照着忙吼。哦，规堆。啊，闭着闭着。哦，规堆规堆。哦。啊，要先拔落来，是要先迄落先救落，鸟先拔落好无？你要先拔鸟啊？嘿，鸟先拔鸟啊，扑啦。嘿，鸟啊先。OK 了 ，OK 了，来 ，OK 了。这样打，现在在打架不？我不要加。放下。来，哦，你快点忙啊哈，快点忙啊，你要结婚？你这是叫修罗？对。忙啊，要邀请的塞。
这个把它处理掉哈。啊，那边还有。好来，哎，我小心点。细念，有细念。哦，搁落有无？有啊，细念有阿弟。哦，这得够久啊！吼、1月7日，咱交友通报哈，关后人十万件的希望之桥哈。你到底在干什么？还不快点在他脸上用意？等一下，您将成为天下的霸主。周一至周五晚间九点，武神经典再现。这家装比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，而且我觉得它装潢很棒。情侣来也 OK， family 来也可以。别人来都很好了，我这种形状都不圆呐、啊，为什么？这是天分，我跟老师做的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。这等份啊！你见到好像榴莲。每周四、每周五晚间十点，女人要有钱之五花教主。流行趋势，时尚殿堂，创意美食，佳肴飨宴，人文生活，艺术鉴赏。每周六晚间十点，所有最硬时尚流行资讯都在东风卫视《明朝时尚》。10-15% 的台湾不仅是罹患轻到重度的忧郁，嗯，光你一个自律神经失调，可以让你的血糖飙升，嗯，也会让你的血压飙升。那奇怪，你怎么不自律神经失调？我在怀疑我是不是有啊？对啊。每周一晚上10点，东风37台一定要知道。昆明有令，从今日起，右夫人搬出寝宫，住木塔长道。冷宫？啊？怎么？怎么搞成这样？我用自己试针。周一至周五晚间7点，解忧公主，东风卫视，韩国 MBC 电视台历史大戏《武神》，耗费巨资制作，精彩内容，杀，让人热血沸腾。这样就对了。周一至周五晚间九点。